家里过期的牛奶别扔，用来养长寿花，根系更旺，省叶片，肥厚油亮。我们呢想让这个长寿花呢长势非常的旺盛的话，那我们就给它浇一种水，那么这个水啊就是牛奶水，家里过期的牛奶不要再把它扔掉了，我们呢可以呢用它来养花。牛奶呢能够提供给花很多的营养，因为牛奶是一种常见的乳制品，很多家庭呢都会早上喝一杯，这对健康很有帮助。那么过期的话就会直接倒掉，因为过期的牛奶对人有影响，但是它对花那是好处多多，它含有许多的营养素和这个微量元素，也含有许多的矿物质，对于花卉的生长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我们呢把这个牛奶加水进行稀释一下，然后呢用这个水来浇花，记得一定要稀释，这样呢可以确保这个花呢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，才能够啊开花更多。不稀释的话容易造成烧根的现象。喜欢的花友呢可以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